听到了吧？ 是刚才的马车。去，丫头，跟上， 说不定咱们还真有马车坐了。等等我，别扔下公主啊！ 不像突厥语，是梵语，可谓指的是罗刹。我们不要轻举妄动，先静观其变。 亲嘴，得先把脖子洗干净才行。杀好了祭品！哟，还以为你也被摔死了呢，我的小郎君。 地步了，先把我解开再说吧。喂！你不懂怜香惜玉吗？想勒死我呀？别拖着我！ 小郎君，看来这群猴子根本不怕你哦。但你再不解开我，我们俩可得一起死了。